那又晴天下大雨。妈，你看看这雨下的有多大！妈呀，那就是这样，下的地都太涝了。又得涝了啊！对呀、啊，你说那时候就下哈、啊，一个下的夏天的下下的地就不好，这会儿又下，你说这下的地又涝得紧了。我今天上午整的土豆地，有的这些土豆地可湿了。对、啊。哎呀，今天其实这个雨不是现在下，早就有了，就是咱这沟里没下，那会儿来的。那阵儿咱是还风特别大，你看这风。哎呦，你看这树，你看这树。门帘都抽开了。怎么这时候还能刮大风呢？我不明白。下大雨就刮大风。正常。今天反正是，种的地啊，收获不大好。这秋天下这接一场接一场，天天下，就不好。那有个苍蝇。这是屋里不外呀？不知道。虽然这雨这么大了，但是那暖盆里还挺得劲儿啊。这连续下的话，不就等于什么，就是灾了。但是天气预报的是，好像天天都有。这天天这么来一场，受不了啊！这地呀、啊，一股邪风。不来一股大风，你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今天天还是一阵阵的下雨，尤其是下午啊，一会儿一场，一会儿一场，就下雨。我和大春俩呢，就在家里头，把这个房子又重新刷了一遍，我俩干了一天，就是这一块不是那个就是躺那河了印儿嘛，我俩重新给弄了一下子，但是好多了，但是还是有，好像很难治理干净了，但是总的来说还行吧，我俩还是挺满意的，给这块治理了一下子还行。这个明天大春说就把这个炕呢刷那生石灰水给它刷一遍就完事了。嗯，这屋就利索了。现在就开始打扫卫生。嗯，现在就开始打扫卫生。大春蹭上了在这块儿。就你不擦掉，不行啊！不擦掉的话就不好弄了。大部分我都擦完了，就这一小块没擦呢，你擦吧。我去上那边喂鸡去。你去吧，整个就快五点了，这太快了。太快了啊！是啊。这活儿。就干了一天，这点活就干一天，那咱俩也没少干，那还少啊？我觉得成绩可大了。刷两遍，因为这个墙吧，我就感觉那时候还是又蹭脏了有一部分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收拾太利索嘛，所以有好多地方又蹭脏了。这回呢，就全部擦了一遍，刷了一遍。这回刷的，我和大春俩刷的是那个乳胶漆，原来就是春刷的，那属于是啥？那原来属于刮大白啊，那乳胶漆没刷。啊，原来就是刮了大白没刷乳胶漆，这回我俩把乳胶漆就是给刷上了，这回就白白白白的了。马上就五点了，我要去喂那个院的鸡去了。这一天我俩也没有出门，出门大厨就在门口看到了一兜子黄瓜，这应该一定是哪个邻居给我们送过来的，让我们喂鸡的，是不是川？对。这是刚才大春出来倒水告诉我的，门口一堆黄瓜。哎呀，在我们沟里头生活真的可幸福了呢，邻居之间，就像我们家养的鸡呀、啊，邻居之家有点菜什么的，哎呀，都惦记给我们扔过来送过来的。哎呀，可是互相帮着照顾了呢，这种人文，好像现在很难找得到了。下雨，哇！林场真好，春，使劲喘气儿啊！哇，老漂亮了。嗯，我走了，我得这边走啊。这条路就我自己走，我就是大王。看我在这一走，我家的鸡呀、啊，我也马上就会叫唤起来了。下去，赶紧下去。我们林场不大，就是，哎呀，看这，看看，
七哥家的这梨都结了那么老多，那么大了，真好。我们林场不大，总共就几趟街，好像就是八九趟，我具体都说不上来，因为黄少往下走。就是几趟街，就这么几趟街，从这边到这边。看看我们就是每家后院都有梨树，看这小梨树多好，我家后院也有啊，有两棵呢。这棵是李子，已经栽完了。哎，下完雨，林场的空气不得本身都特别的好，这简直真的空气就像洗过了一样，啊，喘气老舒服了，真美。贺嫂家的白菜长得好大呀，你家的地呀都是肥，我家地呀就是肥太少，所以长了呀，呵呵，长不起来。哎，慢慢长，大叔说拔了棵就行，我俩也是拔了棵就行，就到我家这个院了。我去给他们薅点曲木菜去，他们可爱吃曲木菜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等着。等着啊，薅曲木菜吃啊，等着，你们揪点，就是帐子外边什么的，就有好多曲木菜。看这个，然后就有，我就在这儿薅它。看，采了一大把嫩嫩的曲木菜，这是剁吧剁吧，就够这晚上这些鸡吃的了。哎呀，我家这院这草啊老多了。啊，等着我去给你们剁去啊，这就给你们剁，剁来就吃啊，等着。哎，这边呢是有十只蛋鸡，两只鸭子，鸭子早就停蛋了，不下了，好像是什么豆子开花它们就不下蛋了。但是这两只鸭子今年也给我俩下了不少的蛋，大概我算计了一下，今年我因为记个数嘛，大概得有120个蛋有了。这十只鸡呢还在下，一天下三个，一天下四个的，反正就不多，我也天天给你下，挺好的，满足了。好像是要说这鸡好像说歇蛋好像也没有歇，好像是因为这现在就是伏天嘛，就他们也一直都在下，始终都在下，没休息。怎么都不饿呀，好好吃啊。自己养的这种笨鸡吧下的这个蛋可香了，吃起来。呀，看我家的这玉米，哎呀，啥时候能吃上啊。玉米要是丑吧，你要是这么看着，有的穗儿还挺大的呢哈，那有的穗儿是真小啊。行啊，爱啥样啥样的，没有办法呀，只能顺其自然，老天爷说了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哎，雨过天晴，雨过天晴了，刚才一场大雨你都不知道啊。那这个西红柿全倒了，是吗？刮倒了，你看这边我还说呢，你得弄一弄了，这边这个也倒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破的这个架吧，这个棍儿真不行了，你看这一场大雨，你看那棍儿全倒了，你看看这架棍儿不行了哈。啊，是架棍儿歪歪了，完再加上是咋的呢，这个西红柿现在好的一嘟了一嘟了，它可沉了，这雨风一刮，这风还风也太大，完这一刮完了，这西红柿沉点。妈呀，你看这一嘟了一嘟了，那一开始我还没觉着这个那个韩姐说完以后，我感觉也是，咱家这一嘟噜一嘟噜挺大的呢，哈。啊，你看这一串西红柿，这是一串，都是这么一大串子一大串子的西红柿。这块烂了，哎呀妈呀，劈折了，哎呀。咋了？这块劈坏了。那风大，没招。完了，这西红柿咱俩没及时拿下来，坏了。哎，经常不过来了。是
啥也有，说完心在上长着吧，不着急吃。嗯，这你刚摘的啊？啊，那个一手摘的，那个都刮掉的呀。那老绿我能摘它吗？这个烂的，你看看，没摘，你看看。嗯。啊。那这黄色可好吃了。白瞎了，不要了。这个你看，这个也有点烂了，你看看，就熟了，没摘。这个是刮掉地上了。是啊，来回屋吃饭吧，回啊，后吃饭。那个我烙了两张油饼，还烙了一张鸡蛋饼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瞅你做顿饭还显没显来着？那是，来吃吧。